各位南投乡亲，大家好，我是丁桂珠，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南投新闻。南投县政府完成66岁长者注 AZ 疫苗工作了后，再次清点会当使用的疫苗。这次针对65岁老大人，发出4000多张的通知单，预计8月26号到27号进行注射。另外，9月7日都要开学。教育处积极为新进教师甲职员争取疫苗，也会补助快筛的费用，服务注射的教师，以确保校园师生的安全。为了要提升到对个人中介的保护，南投县政府已经提供66岁中介来注 A 剂预防针，注射率大约是35%。经过着再一次沟通，进行事前准备作业了后，以及利用着8月26号至到27号这两天的时间，来完成着65岁中介预防针注射服务。数量真的不多，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如果还没有失踪的长者呢，也大概也是在30%左右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帮这些长者来完成的。所以在礼拜一就昨天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联系作业，也就透过了我们公所邻里长、村长的协助，将这样子的一个疫苗接种的通知单发送到还没有接种疫苗的长者的手上。经过县府卫生局讨论以及评估，认为讲卫生所服务能力会使协助注射工作，而且乡亲嘛拢正熟悉着卫生所的人员，一个跨境服务模式，预防下注射环境一个设备，会比户外型的社区注射站较完善。因此，这边决定讲由13乡镇市卫生所来承担着注射的任务。要接种 AZ 疫苗，但你也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县政府呢来为你。接种疫苗获得良好的保护力的话，那就请您到我们的卫生所，13乡镇的卫生所。另外，光复教育处利用着休假时间，为名单顶头所编的7000多位教职员工来注意风险，注射率大约是96.6%。可能有老师因为健康因素无来注射，会补助学校采购着快筛剂，加强着校园防疫安全。已经造册但没有来施打疫苗的教职员工大概有242位左右，那剩下的是8月以后新进的教职员工或者代理代课老师，那这个部分经我们统计大概还有276人左右，那我们能够筹措疫苗的话就尽快来施打这些老师。广府教育表示，若是卫生局预防下的数量有够，以及这礼拜佫通知到200多位老师来注射，伫个环保局协助之下，校园清洁消毒的工作，嘛拢会伫开学进行完成，开学相关的物资嘛拢会准备好，以确保着学生的健康。记者林雨欣，长报道。